今天我来到了一家餐厅，从外观上看，这里和其他普通的餐厅并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其实呀，这里有几位特殊的服务员。开始等。这家餐厅萌萌的机器人已经成为了维系餐厅运转的纽带，为宾客带路传菜，遇到客人路过还会自动停止让路，非常受欢迎，客人觉得很新鲜。在忙高峰期的话，替代了4到5个人。在这些机器人的努力之下，整个餐厅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减轻人力啊，感觉这个体验蛮新鲜的，别的地方